我的偶像是智障这个话题空降热搜榜，资深段子手老薛自制西瓜浴帽，真真是绿帽子，让公众号橘子娱乐细数出不少圈中的蠢萌系艺人，比如鹿晗这个傻狍子已经完全没有偶像包袱了，让球给打跪了也是没谁了，还有实力演绎什么叫笑趴下，分分钟还要起飞，吴亦凡也是3岁，帽子都能离家出走，给皮卡丘系安全带这种事也就他能做得出来，当然还不能忘了我们的蠢喵李易峰，想和袁弘 high five， 结果袁弘没看见，于是他竟然拍了自己的大腿，握不到手这种尴尬，前不久李易峰又经历了一次，不过他还是比不过金秀贤，欧巴空有一颗想和别人互动的心，可惜总是一厢情愿，没人理他。给全智贤让座这一段堪称经典，还有尴尬的粉丝见面会，拿双被遗忘的手显得特别蠢萌，还有宋仲基、李钟硕都有过类似的尴尬。而金秀贤最逗的是，竟然还曾经找不到上台的路。相比这些一时糊涂的，王源和毽子绝对是一世的羁绊。另外，华晨宇摔蚊子，你听说过吗？在央视新闻上扮鬼脸也是没谁了呢。黄子韬走着路都能给自己绊倒了，练着双截棍更不用说了，自己给自己打了。还有张艺兴，极限挑战里不会用地铁卡，咔就撞上了。Big Bang 的欧巴们简直不想说，啥时候出门吃过药啊？反正迷妹爱的是他们的帅气了。